海燕墙台卷起的海啸粉碎了菲律宾人的家园，美丽人生的蓝图就此破碎。爱是横遍野，悲无家可归。因为大爱，慈济人伸出援手，脚步至今从未停歇。2013年11月29号凌晨2点，慈济工忙着搬运物资，准备一早启程飞往菲律宾。这是台湾第三梯次赈灾医疗团，一行87人，其中仁英会医师就占了40%。而来自大林慈济医院的简瑞腾医师，前一天看完夜诊，就立刻赶来发挥自己所长，帮助受灾的民众。其实前天晚上8点，那但是因为我门诊看到9点多，那所以后来就直接调到2点，直接到机场来。迈开坚定的步伐，踏上赈灾义诊之路，吸着救灾物资，怀抱不舍的心，期待能陪伴他们一步步重建家园。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志为人医守外》，我是东南亚专业病医贵宾的洪世科恩光彦。菲律宾的海燕风灾到今天已经是进入第28天了，在当地重灾区仍是没水、没电、没食物。那台湾的慈济基金会以及台湾的慈济志工以及专业的这个慈济医疗团队呢，在当地不仅救急救难、发放物资，还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期望呢，这以全球人的爱心呢，能让当地的灾民提供平静与重生的力量。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刚刚风尘仆仆赶回来第三梯次大林慈济的这个医疗赈灾团的两位贵宾来到节目现场，分享他们在菲律宾的所见所闻。首先要介绍的是大林慈济医院脊椎外科简瑞腾副院长，简副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林慈济医院简瑞腾医师。另外是一位是大林慈济医院小儿科洪野婷医师，洪医师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林慈济医院小儿科洪野婷医师。那跟两位这个风尘仆仆从菲律宾赶回来的这个赈灾团的团员分享菲律宾到底看见了什么之前呢，我们先介绍今天坚强的接口音团队。泌尿科陈家宏主任，睡眠中心黄俊豪主任，家庭医学科林英龙医师，放射肿瘤科邱文燕医师，护理部陈静响护理长，护理部吴雅芳护理长。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有任何医疗相关问题，扣音到0526480066，0526480066。首先请教一下简副，简副啊，你想必这个在这个出发之前，应该要做了充分的准备啊，毕竟是第三梯次哈。那你可以告诉我们，你出发到那边之前，你做什么样的功课？因为我们知道那是重灾区嘛，那还好我们已经有前一梯的同仁哈，已经回来跟我们报告说，交班说哈，这当地物资非常缺乏，那环境也非常恶劣，那特别是蚊子非常多，那所以交代我们一定要准备一些防蚊的器具。那所以我们赖院长他就很贴心的在我们出发之前就为我们准备了这个驱蚊器，然后还有防蚊液，还有这些止痒的药膏，还有药水啊，让我们带到灾区去哈，能够保护自己的健康，才有更多的心力来服务灾民。哦，对，我想做出充足准备是还蛮重要的哈。那洪医师，简副应该是经验非常的丰富了哈。那你有没有参加过海外义诊的经验？哦，之前没有，这一次是第一次参加海外的义诊。哦，所以在国内应该算是有参加过，但其实没有。OK， 那你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而更何况是这个重灾了，那你有没有什么心里有没有担心什么？那你做了什么样的准备？之前听说那边的天气不稳定，有时候是艳阳高照，有时候会有阵雨，所以呢，防晒霜、一些感冒药整个都带去了，那还真的都派上用场了。哦，就还好你做了充足的准备，那才能够去帮助别人哈，简副。那听说这个防蚊器好像去用不到，是不是？因为还好这次师兄姐很贴心的为我们准备了一家有水有电的饭店，所以我们不用住在帐篷，不用搭蚊帐，所以我们带去的这些防蚊器，还有防蚊液，还有防蚊的设备。这是什么？这是在我们要离开杜鲁万结束服务之前，那经过海关的时候，
我们被检查行李，结果这些海关的人员一看到我们行李里面有没有用过的这些防蚊的手环，还有一些就是防蚊的手环，那还有我们带去没有用的这些防蚊液，他们说给我们可不可以给我们，那可见即使是灾后已经3个多礼拜了，当地这些灾民呢，他们还是住在这个帐篷啊，住在这个很恶劣的环境之内，急需这些防身的这些设备，物资还是很缺乏的。对啊，像口罩啊，一些饼干啊，过海关的时候他们也问说，这可以给我们吗？所以其实当地物资哈，我们会想说，这个好像可能都已经很充足了，没想到当地还是很缺乏这些物资啊，基本物资哈。我想这个菲律宾这次的这个风灾非常严重，那其实我们大爱电视台也到当地去采访，那在菲律宾独鲁万这个圣荷西的这个，当我们大爱电视台去采访的时候呢，发现一位1岁多的这个幼儿因为发生急性的症状，这时候我们大爱电视台也没有这个就进，只是在那边旁观，袖手旁观，也是充当这个救护车，马上把这个小朋友呢送到我们慈济这个义诊区呢，解决了小朋友的问题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慈济医疗赈灾团到底在当地做些什么。慈济第三梯次的赈灾义诊团接力出发，在11月30号才刚抵达独鲁万灾区，立刻忙得不可开交。小玫瑰才20多天大，她的生日正好是11月8号，也就是海燕台风侵袭独鲁万那一天。一出生，她的家毁了。风灾过后，妈妈三餐不济，奶水不足，所以小玫瑰的身体相当虚弱。他咳嗽，然后到现在的话，就是咳嗽的情况有比较明显，所以就带小朋友过来。那同时喂食方面的话，妈妈是发现是说喂食大致上正常，可是会发现肚子有一点点胀这样子。因为处于雨季，湿度高，日夜温差又大，小朋友受风寒的状况不少。慈济联谊会在圣荷西教堂举办的义诊现场，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到小儿科看诊，这里就像一家小医院，偶尔还有急诊任务。左脚渗着血，伤口还不小，医师赶紧处理缝合。12岁的阿多尼斯疼痛的用衣服掩着面，大家都在关心这个伤怎么来的。怎么了？被东伯黑那面？那什么？ang yung buong bilduma dumaan sa aking pa, tapos malaking butas。让灾民感到好奇的就是中医科，当地人不止没听过。更别说接受过针灸治疗，中医师吴生准备了8000份针具等病患上门。59岁的塔尼森背痛就急，经过扎针后竟然好转了。不到40平义诊环境，还有牙科、内科、眼科等服务，每个科别都有人排队等候。因为灾区中生活条件非常恶劣，药物极度缺乏。不论灾民身上的伤口，或是受灾内心的伤痛，慈济仁医会将会用爱与关怀抚慰，守护每一位灾民的健康。一方有难，十方驰援。其实不只是当地的这个慈济志工，还有我们台湾、美国的慈济志工也参与了这个菲律宾的这个海外义诊，希望能够在最短时间让这个他们当地的灾民能够重新站起来。那简副，你其实已经事先已经做好了这个充足的准备了哈。那院长还特别交代哈，但是呢，你下飞机，最让你这个算是震惊的这个看到景象是什么？那其实我们还飞机快要降落到机场的时候，就已经从上方鸟看到整个独鲁万地区、整个海岸地区、整个机场附近都是一片断垣残，这个很恐怖的景象。那我们到了。下了飞机呢，在深入灾区之后才可以看到，我原来这个是好像是三合一的灾难一样。什么三合一呢？好像是地震震垮，然后海啸又来淹过，那最后又龙卷风安内嘎哩嘎之类。所以可以看到啊，这整个这些车子啊、房屋啊、屋顶啊，哈，那这是一般的人家。那甚至我们去义诊的现场，这间教堂也是一样，整个屋顶都被掀开了，所以所以当地其实这个景象其实哇，真是相当触目惊心的哈。对，义诊的地方也只能用这种地方。是哦。那当这个当地虽然已经是3个礼拜了，那整个这些受灾范围太大了，所以几乎他们每天清出来这些废弃物哈，几乎有一天大概要300公吨左右。所以不到一个礼拜，短短的时间，那
这个整个两个足球场大的那个垃圾场就已经爆满了，所以必须要把这些靠着我们慈济提供的这些好几十辆的大卡车，还有山猫、大山猫、小山猫，帮助这些灾民慢慢把这些废弃物运到十二公里外的比较大的掩埋场去处理。哇，这垃圾也是量相当惊人，一开始还车子还进不去。对，那我是请教你，这个刚我们影片中看到小玫瑰，哇，这才刚出生不久的小 baby， 你可以回忆一下当时的状况吗？当时妈妈抱着一个小婴儿进来，然后就说：“哎，这个小朋友的话，他是台风当天出生的，那目前的话是有一些咳嗽、腹胀，然后一些喂奶的问题。那我们除了给予他一些必要的药物之外，那同时我们也把带去的一些婴儿奶粉给他，让他有做营养的补充。”哦，那其实在台湾来讲，怎么可能会有人缺乏这种基本的必需品嘛，齁，所以你会不会觉得相当不舍？会觉得说这样子的小朋友如果在台湾的话一定能够得到很好的照顾，那所以看到他们那样的情况其实也心里非常的心疼。那除了这个小玫瑰之外，你要不要看到其他小朋友比较特别的一些印象深刻？像有的就是一家五个小朋友的话，那全部都是感冒，所以可见当地这种情况的话是急需要医疗的援助的。哦，一家五口都感冒嘛？对，可见当地的这个水啊、电啊、物资，哦，可能居住环境都很差，所以才会一家这抵抗力应该是很差哦。对，那姐夫，这个洪医师看到这个也是令人不舍啊。你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你看了他姐还家，有没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就像刚刚画面影片里面那位小男孩，阿多尼斯，阿多尼斯，那他为什么脚上会受那个伤口？就是因为他在物资极度缺乏之下，想要去垃圾堆里面翻捡一些有用可用的东西，那不小心就被割伤。所以可见即使已经将近一个月了，那大家的灾民的生活还是相当困苦，必须要到处求生存找物资。哦，他其实只是为了找物资去割伤的，所以其实也是很让人心疼啦。那其实听说上一梯，因为你们这梯刚刚讲过说还好有水有电的一个比较可以饭店啊，三弟其实住在那个帐篷的，三弟我们的医疗志工，那其实当地没水没电最怕的就是传染病这个防治，那特别是像你刚刚讲的那个小朋友一家五口都感冒，那有没有针对我们有没有针对就是说他们当地的传染病的防治一些防疫，有没有做一项什么样的措施？目前当地菲律宾的卫生署跟世界卫生组织他们合作，那有在都鲁乌岸跟宿务这两个地方的收容所针对五岁以下的小朋友，那给予施打小儿麻痹跟麻疹的疫苗，那就是说要做一些预防措施，那防止当地有一些传染病的发生。那同时我们慈济的话也尽量在推以工代政，那希望让环境能够整洁一点，那才不会有一些公共卫生的问题。哦，所以其实这个当地的整洁先做好了哈，那我想希望大家共同努力的哈。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些疫苗的这个推广，然后减少他们生病啊。目前那边应该这样防治应该还不错吧？目前看起来的话是还状况可以控制。那简副啊，这两天其实义诊人数蛮多的哈，听说义诊1500人次，不能说少，其实还蛮多哈。那这两天的义诊下来，你有没有一个比较深的感想？那可以看到画面上哈，这因为这义诊短短的两天1500人次，那事实上我们都是发挥多功能，那互相补位，因为时间很短，那人数很多，那特别是小儿科跟这些内科，那我们当地语言又不通，一定要透过当地的师兄姐的协助翻译来引导，才能够顺利把这些灾民看完。那可以看到这画面里面很多医师啊，包括陈世奇医师，包括洪野亭医师，也都来到这个药局发药配药甚至还要帮忙一些处方啊，所以不只是医师当医师，也要转换角色补位来当这个药师，那才能够把这工作顺利完成。和和互协啦，大家都可以各自是什么样的角色哈。那但是可以看到，我们仁医会台湾的仁医会团体短暂的服务，但虽然好像蜻蜓点水，好像不能发挥太大的作用，但是还好我们还有当地的仁医会的医师，也有我们团里面还有一两位医师医护人员还留在当地，那继续
不是这种大型的义诊，而是机动性的，像王诊一样提供临时的这医疗急需的服务，持续的关怀他们这种其实是不会停止的啦。对，那这次的义诊团比较特别的是，赈灾义诊团比较特别是，除了医护人员之外，那我们也工研院有三位工程人员、研发人员，他们把在台湾研发出来的 Q Water 这种净水设备，那带到现场去。我们知道灾区最急需水跟电，干净的用水对刚刚所讲公共卫生灾民也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装设了这个净水器之后，然后迅速发挥作用，让这些灾民都能够饮用到干净的这些水。我想这水蛮重要的，因为如果是不干净的水，也许传染病又爆发，那其实情况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了哈。对，那其实刚刚这个简副跟洪医师也不断的提到所谓的以工代赈，到底以工代赈是什么样一个方式呢？其实它是能够让这个灾民在这个灾难中很快能够重新站起来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法。那接下来我们再看这段里面到底什么是以工代赈。海燕风灾肆虐，将近一个月，菲律宾灾区残骸伤土依旧举目可见。慈济基金会的赈灾医疗团从灾后第六天就深入重灾区进行各项援助工作，包括勘灾、发放义诊和义工代赈。慈济在独鲁万市实施的义工代赈，到三号为止，参与人数已达22万人次。义工代赈的现场上，慈济工拉开嗓子，带动独鲁万乡亲呼喊口号。他们真的很需要人去了解他们的人去抚慰他们，去感应安尼秀秀，我们都会有爱洒嘛，也会有祈祷。那灾民就是和双手合十，然后很认真的听，脸上都是泪水。我觉得那时候我觉得我的心还是跟他们是在一起的。我们都是一家人，然后我们可以去拥抱他们，去帮他们擦眼泪。灾难无情，却更凸显人与人之间无私的大爱。慈济赈灾团队跨越国界，持续和灾民合作清理家园。So the help extended to us, especially we are undermanned, we are so devastated, and we consider your help extended to us as a lasting deed of grace. Master Cheng Yen.Thank you so much, and we will not forget your help to the Litanius Taklobanons. Ga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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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a n简副，我们终于了解什么是以工代赈了哈。那以工代赈其实哇，相当惊人，22万人次的哈。我相信这是一个协助这个灾民能够赶快站起来一个最重要的方法。那你有去看到这个以工代赈现场？那你可以再跟我们讲一下什么是以工代赈？那你的感动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上哈，这个照片，大家可以看到这是。这些以工代赈的灾民，他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那回到发放的现场，在那边等待。那他们不是光在那里等待而已，我们的师兄姐都会像刚刚的季宇师兄在里面带动什么呢？带动这个爱洒，爱洒什么？爱洒说这个发给他们的救助金呢，不是工资，而是要帮助他们，让他们走出阴影，不要关在这个家里面自怨自艾，而是要。自己走出来重建家园。那在这个等待的当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灾民，他们都会准备了一些标语来感恩回馈给我们这些慈济的志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以工代赈不是一般人所想的，好像是雅集感觉，是，而是一个洒爱，是一个爱，经过一个爱洒，然后把这些让他们了解说，这些救助金是集合十方大德、全世界五大洲30几个国家的这些所有人的奉献，来救助我们这些急难需要急难救助的乡亲。所以不是撒钱而已，是撒爱。那也可以从这个以工代赈的过程当中，启发他们自己的这些慈悲心及爱心，然后自力更生来重建他们的家园。
哇，这柬埔寨其实说的就是相当有道理，其实是全球34个国家的爱心汇聚，那让他们赶快站起来。那虽然重建之路非常的漫长，可是影片中看到其实菲律宾人当地其实他们还蛮生性开朗乐观的，要没水没电，那你就看到他们睡在那个帐篷里，听说你有翕相呢，我刚本来以为这个帐篷是我们一般露营用的帐篷，你看到他们睡在那种帐篷，你会不会内心的不舍？他们当地人是非常乐天的，那他们房子都毁坏了，那他们就是搭帐篷，那可是他们的话还是过得很快乐。真的、哦？那他们其实睡在这个，那这个你觉得这个环境怎么样？这个比我想的那个露营那个帐篷，你看，那个能，我看只是一个住的地方吧？对。所以我想这个环境相当的不好哦。所以如果这些帐篷住的灾民，那这些小孩子或者大人都能够得到很好的照顾的话，可能这些灾后就可以走出这个伤痛，就像这几个小孩子一样，露出灿烂的笑容。所以其实他们真的是还蛮乐观，虽然发生这么大的灾难，也没住的地方，没水没电哦。那简副，你可不可以这个告诉我们，这个其实这个学校了哈，这个其实教育是孩子的教育，其实不太不能等哦，而且上人非常重视小朋友的教育。那其实当地虽然二十几天，事实上很多其实已经也开始复学了啦。那其实我们也会给一些简易的一些教室啦哈。那您对于这次的义诊，整体来讲，你有什么样的感想？那我们这个，一方有难，十方驰援啊！那这些大爱无国界，大爱是不分宗教、不分种族、不分国界，那也不分这些门派或怎么样。就像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上，这是我们在要离开机场的时候啊，有一个美国人啊，这位美国老先生呢，他在受这个台风的时候，把他的妻儿送到比较安全的宿屋去。然后等过一段时间之后要把他接回来，那他在机场看到我们医疗团正要离开，那就很好奇问我们是什么团体，那我们就跟这位老先生解释说我们是来自台湾慈济佛教基金会的提供的义诊团。那他听完我们解释之后，就觉得我们在这边当地提供的服务非常的好，非常的感人，所以他就竖起了大拇指。所以我们这些这次最大的感想呢，就是虽然这个风灾是很严重，那但是我们有这个福报去付出，那在付出的同时也能够让世界全世界看到台湾。台湾上人常常讲说台湾无以为宝，是以善为宝，我们是有能力输出爱心的一个地方。那透过这些当地慈济师兄姐这些协助，那我们可以把我们整个医疗服务也好，这些安身安心还有甚至安生啊，这些都可以带到这个当地。那回想这整个这些义诊还有这赈灾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灾民这样子要跨越而且要超越那回想我们自己的康瑞台风的时候也是一样。好，谢谢大家，感恩大家收看。